你好，想必你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旅行者吧？喂，还有我呢，我是大名鼎鼎的派蒙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最近天使的馈赠酒馆在举行酒保体验周的活动，我想你或许会感兴趣。简单来说，你可以亲自参与调酒，或者调别的什么，原料随便用，只要不浪费，成品也供你们无限畅饮。无限畅饮？另外，如果能让顾客们满意，报酬肯定也不会少你们的。哇，还有报酬？我们参加吧，好不好？虽说是体验周，其实对考勤没有要求。现在做不了决定也没关系，可以先来试一次。怎么样？你意下如何？欢迎欢迎，请进。查尔斯先生会教你基本的调制手法。没想到是老面孔啊，今天想喝点什么？查尔斯，我们是来当酒保的。当酒保啊？原来卢卡招揽到了你们吗？他运气真够好的。我很信任你处理问题的能力，不过调酒毕竟是个技术活，希望你不要掉以轻心。原料的配比、混合的手法都会影响出品的质量。没事，他做的菜可好吃了，美食的原理是相通的。好，还有一件事，之前活动中有位实习生凭自己的理解混合了三种烈酒，结果一杯就灌倒了客人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不敢再向新人提供含酒精的材料了，这点请你见谅。好，那就全部交代完了，手法和技巧就在实际调制过程中教你吧。你学得很快，味道也确实不错。我也觉得好喝。刚才只是情景模拟，实际上顾客可能也会有一些个性化点单，浓一点、酸一点，诸如此类。你只需要将对应口味的辅料加量就好。我想要一杯焦糖松果，甜一点，最大的杯子。差不多就类似这样，但对一个优秀的酒保来说，除了具备调制技术，还需要掌握和客人聊天的技巧。那好，这吧台的位置就交给你们了，遇到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可以随时找我。啊，终于学完了。不对，我的焦糖松果呢？今天的酒保居然是你，真是罕见。那我就要一杯午后之。一开口就为难别人，真有你的。哎呀，只是想看他如何应对嘛。倒是没想到罗莎莉亚小姐今天也来喝酒了。酒馆里刁钻的客人那么多，旅行者不早点积累起经验可不行啊。卡亚还是那么油嘴滑舌。冤枉啊，我是一片好意。
你不是应该感谢我吗？比如说给我来一杯简简单单的月夜暗香什么的。啊，对，要大杯。给我随便来一杯，有茶香的饮品都行，量不用太大。啊，慢慢来，等待美味出品的时间也是很令人兴奋的。今天的酒保居然是你，真是罕见。那我就要一杯午后之。一开口就为难别人，真有你的。哎呀，只是想看他如何应对嘛。倒是没想到罗莎莉亚小姐今天也来喝酒了。酒馆里刁钻的客人那么多，旅行者不早点积累起经验可不行啊。凯亚还是那么油嘴滑舌。冤枉啊，我是一片好意。你不是应该感谢我吗？比如说给我来一杯简简单单的月夜暗香什么的。啊，对，要大杯。给我随便来一杯，有茶香的饮品都行，量不用太大。啊，慢慢来，等待美味出品的时间也是很令人兴奋的。怎么了？不合罗莎莉亚的口味吗？不，不是针对你。我只是很少喝茶，这种味道会让我想起一些事。跟教会有关的？有一次教会办活动，我没去。没想到芭芭拉给我留了一份茶和点心。点心放得太久，口感很差，他偷偷收走了。但那杯茶，差不多就是这个味道。罗莎莉亚现在的神态可真是少见呢。看来蒙德要多一个红茶爱好者了。那还是酒好。如果我挑几个瑕疵出来，你是不是会帮我重做一杯？开玩笑呢，我怎么会做这种招你讨厌的事呢？哎，凯亚的思维总是这么跳跃，真亏罗莎莉亚能跟他一起喝酒。是吗？我根本不关心他的思维，喝酒就只聊酒。何况你也好，这里的老板也好，凯亚只会试探自己感兴趣的人或事。喂，咱们好歹也是酒友吧，你怎么出卖我？这就算出卖了？根本无所谓吧，平时生活中正经人可太多了，还是酒馆里人人松散的气氛更适合我。哦，到批评正经人的时段了吗？说起这个，我认识的某个人应该能排进蒙德正经人榜前三吧。要说程度，啊，应该这么形容，
他已经正经到被当面这样评价，表情也完全不会变化的地步了。居然还有这种排名？当然了，我想想啊，还有连续喝酒天数排行、最长工作时间排行、厨房杀手排行、禁忌知识储备量排行。蒙德人也太闲了啦！不用上班的人有那么多吗？就没有什么能让我和他一起上榜的排行吗？有啊，比如最佳酒保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们也在这里一起留下我们的名字了。哼，这种氛围倒是不错嘛。可不是嘛，光看着他们就觉得开心，极富感染力的氛围。会成为酒馆一大卖点呢。看来最佳酒保称号给对人了。没什么，这次多谢两位款待。我差不多也该回去了。另外，红茶味道很好，之后我会试着自己泡泡看。如果早上起得来的话，那就再见喽。闲着没事干吗？什么叫闲着没事干？我收到了你们兼任酒保的消息，过来看看而已。哇，情报太灵通了。所以当酒保的体验如何？是啊，迪卢克老爷问得太早了，我们开张还没多久呢。只是想问问第一感觉，兴奋吗？还是困扰？有什么感受直说就好。原来如此。不问问我吗？我的第一感觉是好喝。那就好，为你高兴。能请你帮我调一杯苍古落日吗？杯料随意。不用着急。味道很不错，主要还是原材料好，只要水果新鲜，就算什么也不加都会很甜。那就感谢蒙德的土地吧。苍古落日是我第一次调出的饮品，那时还小，父亲摆出了几种材料让我自己动手尝试，没有要求也没有提示，多半是为了看我的灵性吧。最后我做出的就是这样一杯果汁。为什么？父亲也很诧异，但当时的我并未考虑其他因素，只知道果汁很甜。现在想来，那是多么幼稚又短浅的认知啊。我没有那样想过，毕竟当时父亲什么都没说。不过谢谢你。另外，
有件东西想给你。等你对酒保工作有更多体验之后，再交给你比较好。以你的能力，一定能出色地完成这份工作。我也会，帮忙打气。嗯，期待你们的成果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有空再来啊。嗨，小可爱，见到你真好。虽然很少会在这种地方见面，但我此刻的心情和丽莎是一样的。哎，怎么能叫这种地方呢？酒馆明明是娱乐休闲的好去处。你一定想不到，我可是费尽力气劝了半天，才把这位大忙人从他那把椅子上请起来。才到这里坐了没多久，其那张脸上呀，又写满了担忧。丽莎。是啊，秦团长是代理团长嘛，当然会挂念团里的事啦。不过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来都来了，让他为你们调两杯好喝的吧，喝完就开心了。哎，需要学会放松的就只有秦了。小可爱，麻烦给我一杯情诗吧，中杯，要甜一点。琴呢，来点什么？我的话，咖啡就好，也要中杯。琴团长平时咖啡喝得够多了吧，要不要换点别的口味？谢谢你，不过我还是想喝点提神的。嗯，辛苦你了。就是这种甜味，真不错。咖啡非常醇厚，苦味也恰到好处。丽莎会那样说，其实我也明白。哦？最近我常常反思自己的不足，工作效率也好，办事手腕也好，各方面都有提升空间，看来我身上这份压力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扩散给丽莎了吧。嗯，是啊，喏，小可爱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我是看你太过操劳，想带你品品酒，喝喝茶，体验点开心的事情而已，结果来到酒馆你还满心想着工作，这才有些失落的。总像这样紧绷神经，早晚会累趴下的了。连你也这样想吗？嗯，所以说学会休息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挑战吗？
该工作的时候工作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们俩加一加再除以二啦。我明白了。谢谢你们，没想到来这里除了喝饮品，还能让心情轻松不少。这就是丽莎和凯亚喜欢酒馆的原因吗？是，也不全是，更重要的还要看调酒的是谁。今天也是托小可爱的福才能说动情，你可真有口才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，今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也会考虑再来这里放松一下的。好耶，两位慢走。钟离，许久不见，近来可好？不对，钟离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既是闲游，就不该局限于眼前。风之国土自由丰饶，是一大好去处，能在这里遇见你们，实属意外之喜。一杯烟霞必沸，茶浓些更好，有劳你了。茶汤透亮，色泽宜人，入口甘醇，更伴有花果香。相当难得。哇，钟离在喝茶方面也是行家呀，像我咕咚一口就喝下去了，只能说出好喝两个字。用心品尝是对沏茶者的敬意，好茶十分难得，能将好茶泡得怡景怡情的沏茶者更是难得。好吧，我明白了，那教教我你是怎么品茶的吧。我看是先闻再喝，对吗？不错，茶叶各有特征，喝得多了自然有些心得，茶品好坏闻香味便可略知一二了。有些茶闻起来湿腻，焦香过重，应是次品，另有一些闻起来甘醇典雅，幽香扑面，这类茶多为上品。若想再讲究些，按璃月古诗传统，还应备上品香盏。这件器皿能盛放茶汤，专用于品香。啊，怎么办？感觉我之前都亏了。无妨，学问甚多，何时开始都不算迟。初学者可以试着这样品鉴，先观察水色，再清嗅茶香，最后才是品茗。由浅入深，对万事万物的掌握皆是如此。璃月西北的俏英庄以茶叶闻名，日后若有机会不妨前去看看。今日所说种种，大多是我这个老派璃月人的习惯，各地饮茶习惯与茶文化均有不同，身处不同国度，理应尊重当地风俗。啊，我完全理解了，但能不能记住就……今日多谢你了，有幸喝到这等好茶，不虚此行。他日你若坐镇茶馆，我定来捧场。但我们很忙，大概没有时间去茶馆打零工吧。总之，如有机会，我一定支持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不多叨扰了。祝你工作顺利。开销就按习惯，记在往生堂账上吧。慢走。
走慢走，带我们跟堂主问好。小杯远交浮沫，谢谢。我没事。尤拉的样子不太对劲，是来之前就喝了不少酒吗？我记得远交浮沫是用咖啡泡的，喝完酒之后喝咖啡，哇，肚子会不会爆炸呀？为了肚子着想，端上去之前偷偷帮他兑点水吧。味道不错。哇，兑了那么多水都没察觉，尤拉果然喝多了。小宝，再来。等等，怎么是你们啊？不好意思，刚刚从猫尾酒馆过来，喝的可能稍微多了一些。对啊，一个人喝闷酒多孤单，还是说出来大家一起聊聊比较开心。嗯，的确只有一个人喝，只要在蒙德，无论到哪个酒馆都不受待见。今天难得心情好，想喝上几杯，最后又被指指点点。你是怎么交到那么多朋友的呢？大家谈论你时，语气中总是很憧憬，脸上还带着笑容。而我，哪怕只是提到我的姓氏，都会，出生在劳伦斯家族不是尤拉自己能决定的事，但我们又不在乎这些。我们认识的尤拉是个很好的人哦。不过尤拉就是不坦率，总爱装作记仇，把自己温柔的一面藏起来。喂，谁说是装作？真的吗？我喝醉了都不敢这么想。那么久以来，哪怕加入了西风骑士团，大家都还……哦，那个卖唱的也说过这种有道理的话呀。尤拉，你就继续按你的方式前进吧，总有一天你会改变大家对劳伦斯家族的印象。谢谢你们。我不必。我现在不能想别的事，得好好记住这些话，回去赶紧写在纸上。喝醉后的尤拉比平时坦率了不少，但没有听到那句标志性的话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。等他酒醒之后，会不会气鼓鼓地威胁我们要把今天的事全部忘掉？
这不是旅行者吗？来得正好，坐下喝两杯。能在这里见到你，真叫人高兴。等等，你们俩该不会是结拜来的吧？这位大人心血来潮，说要好好休个假，就决定来这一带旅游了。不过嘛，我俩对旅游的理解好像不太一样，山都没上几座，就到这里歇着了，真是富贵病啊。这话说的，真叫人难过。我可是投你所好，特意挑了能喝酒的地方。只可惜大船长见多识广，对这座小酒馆意见颇多呢。好吧，这顿我请，行了吧？北斗要请客，那我们有份吗？对了，习惯性蹭上了。给我来一小杯桦树吧，最好能酸一些。大杯的木色，谢了。好像不是对方想要的饮品，再重做。哦，这不是旅行者吗？来得正好，坐下喝两杯。能在这里见到你，真叫人高兴。等等，你们俩该不会是结拜来的吧？这位大人心血来潮，说要好好休个假，就决定来这一带旅游了。不过嘛，我俩对旅游的理解好像不太一样，山都没上几座，就到这里歇着了，真是富贵病啊。这话说的真叫人难过，我可是投你所好，特意挑了能喝酒的地方。只可惜大船长见多识广，对这座小酒馆意见颇多呢。好吧，这顿我请，行了吧？北斗要请客，那我们有份吗？对了，习惯性蹭上了。给我来一小杯桦树吧，最好能酸一些。大杯的木色，谢了。苦思甜的味道呢？白手起家的味道，得是什么味儿啊？酸中带甜，余味很足。做小本生意却发现卖水果赚不到钱的味道，何必说得那么明白呢？过去的事，就随他去吧。谁能想到，高高在上的天权星也有沿街兜售水果的岁月啊！就像我看着也不像渔民出身，对吧？怎么会呢？要我说的话，
北斗船长这双一眼看透海水的眼睛，这副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的热心肠，向来是像极了依海而生的人。喂喂，这话可不是损我的吧？损你又没有什么好处。知道你嘴巴厉害了，今天我请客，你给我点到为止。那我想多喝几杯。酒保，安排起来。气势不错嘛，那我也再来一杯。蒙德的果汁真不错，要是每天都能喝到该多好啊。开玩笑嘛，别告诉我你想开通日落谷贸易专线。哦，听着有趣的很呢。当真？玩笑而已，相关贸易早就有一定规模了，不用我出手。今天多谢了，哪天你要是想找份闲差，不妨来我身边做专职酒保。也可以来死兆星号上，我们大伙都爱喝酒，你要是过来就能一起喝酒吃肉了，保证过瘾。北斗船长这是在跟我竞争人才吗？你这又是何必？想喝旅行者亲自调制的饮品，来群玉阁上就行。他们好像偷偷把你卖了呢。你好。你好呀。哎，要不是连续见了那么多朋友，我肯定会很惊讶，连你都来了呢。不对，这不是申鹤吗？我果然还是被惊讶到了。这里确实不好找。天使的馈赠，名字拗口，多亏热心的仲尼先生帮忙指路。还让人指路了呀？我猜猜看，你是专程赶来喝东西的？因为是朋友。来，这里有菜单。北风之望。北风是凉飕飕的吗？这个名字里的北风应该是指北风狼吧？冷，的确挺冷的。焦糖松果为什么能拿来喝啊？这个我尝过，是焦糖味的咖啡。松果说的应该是颜色。看名字完全无法理解，交给你们吧，类似清新琉璃带那种味道的就好。这里的土壤不长这些药材啦，想喝苦的东西就只有咖啡。好。也对，修行久了是该换换口味。我们给申鹤来一杯覆雪之吻吧，看名字就跟他很搭。很甜，口感顺滑，不苦涩。这是什么？它叫覆雪之吻，把牛奶打成细密的奶泡，轻轻倒在果汁上，看起来就像是覆盖着积雪一样啊。至于为什么要叫吻什么的，我也不懂，
可能是商家的花招吧，为了让它更好卖。更好卖？哎，不是吗？我乱说的。那它是一种浪漫的形容。浪漫？好难解释啊，不要逼我编故事。是这样没错。哦，这样啊，我似乎明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现在换我不明白了？我在山间走动时，偶尔会嚼食仙草，也曾亲眼目睹幼芽破土的刹那，心中那份悸动，的确，与此刻很是相似。谢谢你能让我明白这些难懂的名字，往后或许也要麻烦你了。